款去除液，这一款是 SF 去除液 G680， 还有这一款是 G660。 这个 G660 是用来洗苹果叉的液晶线路这一边的，还有国产的这个液晶线路，因为它腐蚀性比较小一点。这一个680的话腐蚀性会比较强一点，然后就用来洗这个排线的苹果叉的排线，还有国产的这个靠谱的排线。